拉面海域，让神下班。鉴为人知 S9.5 海域的技能被动是普攻造成额外魔法伤害的，并且这个伤害会在死亡之神处于激活状态时还会翻倍提升。普攻附带额外魔法伤害，你想到了谁？没错，那就是消耗完背后月盘后强化普攻造成法术伤害的海月呀，它就是海月呀。 OK 其实想到的是当年的拉面永恩，那我们就可以拉面海月呀，给上双火炮直接放在后排，最后一件给羊刀。 No 既然普攻有魔法伤害，那最后一件当然是巫术法杖。哎呦你！那十只牙释放一个技能后，获得持续五秒的40%攻击速度，相比于羊刀还增加了额外的法术强度。羁绊上，我们以裁决战士为主，诺克萨斯为辅，以续塔尔还行，忘掉诺克为辅。None this good。开局就是敌人先拿潘多拉，前期啥壶用啥打工。比如我这局是诺克多，就先用诺克，后期再转裁决。强化符文就补充一下治疗。这新赛季玩啥的都有啊，这毒米利欧的，毒刘备的。真是百花齐放啊，不过你百花放得再艳，我也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拉面海月。最后我们再拿下一个辅助宝库，从五件独特的辅助装备中选出一件。我来，不是说五件吗？不到我，我们就挑这个辉耀美德给乌鸦，这样前排就够顶了。现在火炮纳什之牙都有了，就等海月来了。